大家好，欢迎收看我们的视频，我是峰峰。今天我们要出去买一个那个蓄水塔，因为我们那边楼上面有师傅正在那里装修，然后都是从外面进来的，需要用水啊，这些都不方便。我们出去看一下那个大的蓄水桶要多少钱，走。都是十多米吧，这两门板，两门板的哦。你包装的呢？哦，包装吗？包装没？装好不就好了？哈哈哈！没加气的。哎，我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讲，闷你，闷你，哈哈哈！哎呦，哎呦，你的岗位搞得那么肥，没用哦。没种的哦，你看了。价格谈拢了，东西拿回去不要急用，这个那边正在急用，可以。老婆要不这个车你也骑，开着回去算，你怕他开得慢，你看自己开这个车算了。我开得快了，我开就快了，回到那里反正要回头找桶的那种。人回去了，车回去了，桶没了。本身就有一个人的弟弟拉着姐姐去赶集，到江口一直在讲话，讲到后面在停车的时候发现姐姐人不见。这桶有点贵了。嗯。我上个拉呢，你等着，我先上个噻。到的。哈哈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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几把都没要了，很慢很慢。哎呦，穿越了，哎呀！我走我走。OK， 架子也上去了。来，想走楼梯人呢？还有个，有人想弄西本有债，你今天矛盾？这个算了，反正就没够长。啊，这还没叫比我还长，又没够长。我多少年了？哎，你说现在你穿套房？哈哈哈哈哈！我去办的去，我去办的去。多几万办的嘞？好。嗯。哎呦，问几钱哦？交好。自己认得的。没交钱了哦。这晚上走，你们说？来，哈哈哈哈哈！几班的了？哦，哎呦，听过我是罗马少啊？天天他们计的，也蛮多人投了几。马上，马上！哎，耍哪一个都一样的，这个也可以耍的，那个，耍这里。哎呀，怎么？容易呀，包容。耶，欺负人的嘛？干啦！你个乱样子哟！就是干脆的，丢人都丢人了，要走哪几样多办？那这样太多方面，真的干乱。像那种丢人，你要么区别多一个一而已。哎呦，这电工好难啊！好了，我们这个水桶已经给它吊上去了，然后那个，现在师傅正在上面装那个阀，装那个水管也接好，也顺便一步把它，以后咱们那个蓄水桶就
固定在那里可以用了。好了，我们今天买这个桶刷呢，800多，大家觉得值不值？是4吨的，反正我觉得是有一点贵。啊，哎，算了，咱现在是急用嘛，没有办法。我们的视频呢，先跟大家分享到这里。农村自建房的每一步都跟大家分享，喜欢的朋友关注一下。我是峰峰，我们下期再见，拜拜。